说谁啊？我没有看的呀。我就跟你讲啊，是梦啊。我是不能接，是不是？不接啊。没有说不能接。那你为什么要讲出来？人家是新手、欸。对啊。人家新手哎、欸。我不能接巨甲虫是不是？快四百等了不起哦、喔。讲。等一下跟你讲，等一下就破四百等。No, 这么拼哦！连干都没有的拼，哎、啊，不是不跟我拿同一把，你是很傲娇哎、欸啊，不行，你不准换。哎呦，示范给你看嘛、欸！我只是想展示一下我的友好，你就这样呛我。火，想展示一下我的火场怪力。啊 ，OK， 火场怪力，不是要先自己撩血吗？然后背对啊，你那把是解放的、哦，老猎人就没有再用这个哦。往后滚哦，嘿，然后前一砍，哇，好酷哦！刚酷什么？好不好、哦？好了，我没练会之前我都不过来，拜拜。就只有两 有三只可以这样玩啊！冲枪可以吗？冲枪可以，冲枪、啊、更快。我换给你看。左右，不用给你看，一样啊！滚 ，Ctrl， 滚 ，Ctrl， 滚 ，Ctrl， 滚 ，Ctrl。嗯。啊哈！是往后滚哦。对，往后滚。然后你大剑的话是那个弓，你的 B 要按住。哦 ，B 要按住。滚、嗯。等一下，滚、哦、不是啊！你是空白，你是空白。我不知道不会滚，骗了。没有，冲枪是空白，然后大剑是滚，然后加 B。空白，所以我是往后滚空白。三角形、欸。没有，你按空白加扛错。等我来，我来。你等下看到我丢高，真的超快。哦，要蓄力是不是？啊、没有要打集体的、啊。来来，你看，哦，有杰克，杰克。其实比较简单的、啊，算是好。要耻辱吗？羞辱。怎么样？有蓄力我就回来。空白加扛错，空白扛错，空白会稍微回来一点。哦，美西好酷哦，好快哦。这比大剑跟锤子快多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掉走了。小儿科，那小儿科，可以了。那我去采集喽。好，我也去，采毒机啊。啊，都这只不够大，重开。哇，这么屌的？干嘛、啊？三颗酱猪过不去是不是？我就只有这三个可以这样玩。哦哟，偷的练。是不是？欸、好啦 ，OKOK。这我们要打吗？还是不打？打啦！教你们。可他的现在的位置好差啊、哦。对啊。未解放，敲他。啊，这个是谁啊？好吧，就是三毛来了、欸，下去了。哦，那下去的他吧，快！哎、欸，怎么开了？是这里吗？哎呀，是我开的。啊，没看到。哎呀！我上去。啊，他去哪里啊？对。哎呦！哎、欸，在边边哦，要不要玩？等一下，现在血量不能玩啊！哎、抱着火场怪力启动，不要啊！我不启动啊！他下去找你啊！走，上来！哇、哦，我砍到了，可是我被刮了！好、哦，兄弟。招待！啊哈！我下来了。
兄弟。哎、欸。哎呀，他在那偷偷的生气耶！不要剁！啊！剁！大掉剑！啊哈！等下冲枪好了，我快挂了。你为什么玩冲枪？我试着玩啊。哦。我全弹打完，我血就快没了。哦，第二个熊仔，我看不到那个雷电的、啊。爽一波，好恐怖！爽一波，看你都穿转身衣了，天！哦，好险！还敢来呀、啊？还敢爽一波啊？快不爽啦！转身一块没啦！这可以滑不滑？滑不有！哎、欸，等下冲枪是不是不能滑坡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是，一滑坡我不就……呀、安全，安全，安全！准备，准备了，准备了。哇、哦，好帅哦！这也是全弹呢、欸。对啊，还是全弹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各位，开火啦！他要打我右边。我的右边。败啊！我操！这么凶残的。哦呦！我躲不到。有人回家了？没有，回家？谁回家？啊？没有，没有这种事情。走，走，再练一下好了。哇，我看不到，好酷啊！可以这样玩。哎呦！哎呦！啊哈！干！嚯！跳开了！不要走路了啦，过来！还要不要走路也太凶了吧！破坏啦！哦呦！啊！操！哎呦！再次回家。我现在身体还酥麻酥麻的、欸，是，还是谁酥麻酥麻的？没有哎、欸，哇，哦、应该是那个节操，太舒服了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别丢我！不建议用这把，没有，我们只是玩好玩啊。对啊，我们都玩好玩啊。对啊，我们当然知道，七定该用什么打。快一点，我们就把它闪死。快一点，但是重弩，屁屁屁股。啊，我们只是玩好玩的。嘿，哦，后边。看到，哎呀，有人要被撞了吗？等一下。明天要韩服的，先去休息吧。那么快就韩服了？嗯，好像也是接着吧，就是根本没有休假，就是寒假的期间。爆头爆起来！啊，穿着不动衣，不动寿衣。你们要吗？你们要蓄力斩吗？正蓄力斩。来来来，严哥，严哥，
来吧，一上一起。谁会到啊？到底？笑死！说好了真旭呢？真旭好像一个动漫角色。跳又打他！哎、欸，怎么会打下来啊？哎呀！哎，救你！我在空中被撞下。没有，没有，真旭队长，不要那么生气。哎，酱猪哎，三个酱猪，你跟他过不去。不是，我在空中被撞下来。我什么？哈哈，笑死！我忘记按了，我听太熟了。我想到忘记按，我都在这边哎、欸，哎，看来跟。过不去啊，心里有的坎。我以为我是极限体能王哎、欸，我不是。大军就这么没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慢。哎，不过大剑这个跳，我真的觉得很难控，微控。垂直跳好控，跳悬崖呀、啊。真太白痴了！哪一个？没有啊，在跳、啊。真蓄力，真蓄力斩，好像差点没中啊。钓鱼好爽，很好。刚刚应该是有戳到爆筒吧？啊、我爆头，爆头。哎、欸，要不然大剑配中怎么配啊？看我的、啊我需要珠子顺便。猫珠子啊？啥是猫珠子啊？因为还没开呀、啊。我要珠子顺便的，有吗？珠子的，你是有喷射大剑的？解放的吗？解放，解放的吗？有，你说需要解放珠的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其实打星才需要解放而已、啊，像 HC 那一套就是解放的。我是蜀姐的、啊，对啊，那是蜀姐的啊。那、啊、你要看我的是他给的啊。那、啊、来啊，来张图。我在用装备。新手大剑，准备上路。呀、yeah. ，可以啊，来，帮你吃个爆头巾，不用怕。好，准备截图。夜猫这一样吗？不，他是用他的那一套。哦，那天晚上，某天晚上是我跟夜猫在研究那个腾龙的装备可以打，就差不多差不多，只是换了一点点。嗯，就这样啊，我贴了。他、啊、之前给我看那一套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这套是没有耳塞。缩短珠哦，缩短珠可以收那个蓄力剪比较慢，比较短。他可以缩短蓄力的时间。HTT， 嘿，不玩了，不要自责啊。哦哦，没有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心上对不起，我现在。大马四格腰带是什么？那个死神腰吗？还是叫什么腰？没有没有，大马士一样。没有大马士就大马士啊。哦，你去找防区那边就有，大概在那个死神那边左右上下旁边而已。来投播广告。哎呦，死神杜宾大马四格。对。哦，你讲杜宾就好了，大马四格听不？杜宾跟大马四格不一样啊？啊？不同东西？对啊，不同啊！你为什么要让我没台阶下？哎呀！抱歉！哎呀！哎呀！我一定要把你跳失败那段剪出来！哎呀！不是，我怎么会被撞？
刚刚被笑，笑完之后跳下去被撞下来。不是怎么会撞？会啊，会被撞啊，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他就只是你画面看不到，可是你人还在原地啊。我就不会没事这么无聊在那边原地跳，我怎么知道？没有，结果在原地跳，结果在那边锤子乱挥挥，把他直接挥下来啊。你还太浅，抱歉。为什么？你害我好自责。重点是你被撞下，你也爬起来太快了吧？二的大有没有？我撞下，我想要马上爬起来扑，不是速速那一定要二。